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。那么今天呢，开了一个很简单的，叫做一高压力盘，一高压力盘，盘中拉抬接假象，买盘在尾盘。你只要知道一高压力盘，盘中拉抬接假象，切记做追涨，拉回再买。那今天的这个盘呢，我在上个礼拜我就告诉你，这里在架构头肩顶，你看啊。它这里17644是前波的高点，它这个切线已经突破了，叫做改变了这个趋势向上嘛。好，那改变趋势向上，它将来会到17643的时候会遇到缓压，遇到缓压再会再下来，才会再上去。这是我上个礼拜六就跟大家讲过的，也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，是很简单的道理。这个是9月2号。我的老早就画在等他了嘛，你看到今天这个盘，它最高到哪里？17633，对不对？差十点钟，差十点而已。然后你看一高压力盘买盘，盘中拉台阶下，像买盘在尾盘，今天量也出来了，3856亿 ，OK， 很好，这个量是相当好，所以也叫做洗盘量，它会守稳季线，然后才上攻嘛，半导体。是电子股的主流，切莫追涨杀跌，哦，这个今天把今天这个盘告诉你了，哦，那么贵买这边今天也是很强，然后后来转为弱势，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哈，有些中小型股不要去追涨。那买股票有很多种方法，哦，因为每个股票的位阶都不同，它的时空位阶都不同，有的是有多也有空，然后有强有弱。筹码归属到谁的手上，消息面影响很大，所以说你要买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下来我来买，安全性高嘛。我上个礼拜我有没有跟你讲这一档股叫做建和星？我们第二次操作啊，建和星，代号3003。看今天它拉高到哪里，几乎快要到100块，最高到99.8元，现在目前是97.2元，涨了3.7元。行情不是这样子吗？为什么他我敢买？因为他跌了嘛，1234567.8了嘛，第八天我就买你了，我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跌八天了嘛，我怕你什么？买，对不对？进去买，94块，三个族群 ，VIP 特别跟单股三个族群全部中奖，现在是97块。大盘不好也一样可以买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跌到了如此嘛，当然可以买啊。股票你去有两种情况，就是说它是强势股，你去追高。比如说这个2303，这个你今天不能追，你可以低买当冲掉可以。你今天不能追，因为这个是趋势向上，包括2330，趋势向上，630块的台积电。一，我的看法是没有投资价值，我不买。但是它竟然，其实你把仔细看台积电，它也是盘整了，从今年的2月开始盘整到现在，已经盘整了八个月，在8月份开始反弹上来，它是盘整，它是落后补涨股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今年的3月到现在指数涨多少了？它没有涨啊，所以它补涨合理。真的很合理，没话讲，所以这股票是这样轮流的，很公平的，很公平，真的很公平，你看一下，它，那你到这边，距离它的高点679，大概有49块，看你要不要去赚，到像我是公开，你不会台积电，你怎么会赚到大钱？不会赚到大钱。那像我的看法是从你第一季。第二季赚钱赚多的股票，它有下来，你来买大概安全性很高。比如说像南地2108，你来买它，安全性都够不够？它也是你双头以后的整理嘛，整理到这边跌无可跌了嘛。那这个量缩到窒息量了嘛，那表示它再跌有限。它这会跌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马来西亚停工了，总共。全世界在马来西亚有28家厂商在做乳胶手套，
那这乳胶手套为什么？因为马来西亚你也知道，它生产什么橡胶嘛，所以大家要设厂在那边，然后再印出来。现在疫情就不能东西印不出来了嘛，所以因为不是印不出来，是停工的问题，停工的解决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？像这种跌到一定程度，那就安全性相对比较高嘛。我讲这个，你们应该认同。他上半年赚了10块钱，今天再烂18块吧，104块，本利比几倍？你们自己算。那股票一样的道理，你要买要买最强的，像联电在拉，我上个礼拜有跟你讲，就是3035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卖哦，我卖在114跟111哦，平均11113哦。哦，啊，你今天到114，你看我的节目，你要怎么样？绕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的联电集团有一个叫做系统，哦，2363，它1234是今天来讲，今天是一个买点，它下来买，你要下来买啊！你看我今天我开盘9:01，事实上是买到28.8块，28.9块那边的，大概就是开盘呐，9:01呐，对不对？9:01，我们看一下9:01是什么时候？哎，开盘在这边，这边就要买上去，对不对？整理。OK， 这个突破会突破新高。啊，你买股票是不是很安全？这是我普通会员的股票。哦，这个我说过，你进来以后，我一定会带你买股票，而买适当的股票，而不是乱买股票。因为我上个礼拜确实有调节了不少股票，高档我都出，因为我知道现在在涨台积电，今晚你去台积电，甲去这2303，这台联电。啊，联电你今天到70几块，你去追不追？一我是不追，我在底下我会买，哦，但这边我就不追，等到它拉回要买再来买，它跑不掉，法人还在里面跑不掉，哦，所以有时候股票，它是一个循环的道理，你要抓住这种循环的道理的话，你就不会差太多了，哦，啊，买好股票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比如说我一档股票，我几乎忘记它的存在 ，VIP 的一档股票，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，我认为说半导体很强，叫做世界前景5347。好，我的研究报告是因为我每叫一档股票，我都要写研究报告，叫一档股票我都要写研究报告，这是我8月9号的研究报告，5347，我买了套牢，买了套牢到啊，哦，买了套牢到。我认为这个线型是 OK 的，回拉回买，有上去我没有卖下来，现在还在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都没有卖出啊，因为这个是 VIP 的，它资金很多啊，做长线，就像我做长线的这个微风电子6756，这个微风电子，我卖。535出一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吧？有吧？对不对？子股其他的细胞，我这个是从306块开始买进到现在的啊，因为我上一次没有卖555那边没有卖，然后跌下来在特殊的会员我带进去，清代会员再加码上去，先卖一半，535先卖一半，535先卖一半，减半，535，对不对？礼拜减半。减半，减半。这个一本啊，整本黄雪红诶，微风电子，306块沿路的买进上来，这种一本啊，一本沿路不动的在这边哈。那我上一次就是因为没有卖，被人家骂死了，被我会骂说老师啊，你为什么不赚钱，赚在口袋里面才真实在？那讲这句话还是真话啦，但讲。其实每一个会员给我欢迎，我都会感觉永远铭记在心，因为他们的感受是最直接的。你参加我的会员，你跟我说最直接的嘛，我的感受我跟你说嘛，这合理，我就接受。所以我这一次会卖的原因就在这边，不卖我还抱着，抱着今天事实上今天也不错，但是这里不能追，你要买，我到五日线附近来，我买个全光买豆灯。做一个拔档，然后五日线再把它买回来，很好啊，很漂亮啊，就是要做这种动作啊，对不对？
你看我减码都公开的讲哦，我开盘我就准备要减码。我跟你讲，威锋哦六七五六，这个是 USB 四点零 ，USB 四点零事实上在市场上啊，第一个讲 USB 四点零应该是我，我七月十号我就开始在讲 USB 四点零，就是说这个东西传输速度快，然后配合这个 Apple 十三将来出来，它就一定要配置这个系统，所以你看我长线操作。好的股票就是要这样爆，那有些股票它是短线操作，像智远三日冲九十八块买，上期一四一一卖掉三零三，记得先要买一个嘛，卖一下，然后就盘整，盘整完以后它有回来要买再来买。我是一个有买有卖的老师，不是只有买进没有卖出。我套牢我也讲，我套牢我被，但是我有办法把它想，那带你们解套。哦，这个股票买就买套牢的啦，遐熬。哦，迄老师逐天拢讲涨停板，你看下节目是不是？足侪老师逐天拢讲涨停板，哦，伊足熬的。两礼拜前讲伊做空，啊，才顶礼拜讲大赚。啊，两礼拜前讲伊是要做航海王，要做钢铁人，结果绕跑。啊，谁知影伊真假？对不对？啊，涨停板他就拿出来讲。对不？啊，顶礼拜一个起来呢，一涨停板一堆啊啦，满山满谷都是手炮，都是涨停板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老师节目做得好啊，你是节目做得好啊，不是你操作的好啊。这个叫做讲涨停板，天天打高空，这个不是叫金光党，叫什么？啊，表演给你看嘛，你播戏嘛，你做演员嘛，那不是叫做专业啊，不是专业，这都是这标股先生天天讲涨停板啊，这种你还相信？哎，这公开牌子打那个，我说输了，啊，你叫输了，卖去，哄骗过你退人输钞票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听起来我讲的好像在批评别人，不是，我在告诉你，你要看好金李东明，我黄世明所有讲的股票拢是我做给，我做给，绝无虚假，对不？我卖我嘛跟你讲，卖嘛跟你卖，跟你讲。你爱找什么市场？爱找什么人？精英的内行人，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我不是说你外行，股票很好骗啊，收完盘来涨停板，拢稳到的，就我在盘中诶，对不？稳到的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要买什么三利三升的股票，不要乱追股票，带进一定带出。我黄世明做到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绝对不跟主力挂钩，无档股票。买，我嘛跟你讲，我顶礼拜卖啊，剩三支安尼啊，对不？现在这个礼拜又可以买了，带进一定带出，远离套牢，不做死多头。我有停损机制，不对，砍啊！挂警告，警告挂好，我还有高级警告啊，搁拼啊，对不？啊，你唔是，你若要做啊长头，你才欢喜。啊，若恁老师去参加安尼，我一个月我嘛参加，我也才欢喜的哦。老师，我四月份跟你参加到阵，赚有够多。啊，七月份做就较无好了尔，嘛袂讲外卖，有赚有了，啊，但平均嘛是赚，伊就要走去找别人啊。讲黄世明你很慢，讲去找一个老师专门讲涨停板，哇，靠登来，参加十三天了，十三天靠登来，甲我讲老师怎么办？我提来股票两半，喊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嘛是爱找我，安怎讲爱找我？我较实在嘛，你知影嘛？你参加过，你就知影。你知影讲啊？你目睭闭无紧，找唔到人啊！我紧，这拢会付。咱将住以后，卖够用赔了，安尼就好了嘛。给人家骗一次，那没话讲；给他骗两次，白痴，对不对？够骗，还是戆人啊？呆人啊？那其实怎么用骗？不要，我们你只要真的不会做股票，就干脆不要做。那要做股票。你要找一个好的老师，好好的带你，不管输赢，我们都有一定的机制在那边，能够保护你的资金最要紧了，没比这个重要了。你没资金，什么都没，什么都没好了。资金低的，我都在条退你服务了。正如讲一句话了，快速机动，三日冲，隔日冲，请讲求绩效，长短配置，随时发财。发财要时机财，有些股票就是这样，它一波一波拉。拉完就做完，做完你就 say goodbye。像今天也有很多股票啊 ，say goodbye 了啊。你看多少上个礼拜多少人在讲天意，多少人在讲新唐，多少人在讲这些茂达这些股票，
对不对？矽创这些股票给你听啊，惨了。那现在长荣这些在杀没关系，集结见真章，集结见真章，那么清一下也好，再来再讲。哦，股票本来就是有涨有跌，哦，大家平常心看待，但是你绝对不要用融资买进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 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51-6168，02-2351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买股票啊，是一种手段，其目的就在赚钱，哦，所以你第一个要保护你的资金，不要套牢到。那我大盘我就会告诉你这个答案，到这边就会回来，回来以后才会涨。哦，好，我跟你讲这么清楚的，我不是今天在讲，我炸了五油的蛋啊，对不对？我每次都领先市场，告诉你未来的方向。在讲大盘哦，讲得准的人不多了，黄世明算是我一个了。我老早就跟你讲，他见头见底。为什么要见头见底？因为这一次跌到16248的时候，可以说是风声鹤唳，大家都说走空了。我告诉你不会走空，因为很多股票落到有心人的心上，包括倒退基金，包括四大基金等等，他们报了一大堆。无你外资买几条的呢？去年买6000几的，今年嘛买6000几，几条的股票走去倒？难道咱市场敢有遐侪线互人去买？无嘛，一定走你的手头。所以伊无买，加票无买，互行空嘛。加咩哪会使行空？行空哦，我甲你讲，这倒呢，这毋是16128、248有法度挡会掉呢。迄人个破15000的时阵哦，迄敢咧落雨的，落西北雨，搁较强，敢咧做风台，迄种麻烦啊。所以他在这个做这个支撑的目的，就是在做头肩顶。头肩顶完成以后，才有办法再做一波。那先拉台积电跟联电来讲，所以我每天你们可以加入我 LINE 小老鼠莫5168 Telegram 小老鼠莫5168，因为我是讲真话的老师，我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老师，我也不是那讲涨停板的老师。哦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这个我每天的解盘、技术分析等等，让你能够对大盘有所警戒之心。我都提早告诉各位啊，你看这个7月10号，我就告诉你 USB 4.0，我就在做微风的啦，我这样努力做微风啊啦。啊，今晚被啊，大家在微风微风，对不？大家在讲这哦，怎用哦，对不？这我早就讲过啊啦。即我即早就讲过啊！你看，这创维我即早就讲过啊，6月10号就讲过，迄阵啊未起啦，迄阵连起嘛未起。6月10号伫倒位啊？7月10号伫倒？伫遮。7月10号来伫遮，创维伫遮，看卖。7月10号我就咧讲创维啊，易创，遮侪人嘛咧讲易创5351，啊你今仔毋去易创？涨哦，涨停板，大家要涨停板，大家讲易创，好，偌好拄偌好，今仔日咧要哭无落屎，对不？啊，我今天买23633，我今天甲你买这個，我带会员落去买这個，你袂失望吧？对不？上少马上起一块，对不？马上起一块啊！我平盘买啊。那么我以前告诉你的，得电池者得天下，我有甲你报一支无？这聚合6509，你今天要走嘛有啊？对不？我已经做第三组啊呢。我才卖61.8嘛，我平均53块啊，我无咧惊伊啊，我来要阁买啊，因为你要留一点在手上，你这个下来你才敢买啊，
对不对？你看第一趟50%，第二趟17%，第三趟又是15%，总共82%。啊，拉回早买一点，你别惊。我买都告诉你，卖我也告诉你哦。啊，你要找台湾这款老师，你要找多一个。我卖，我原原本本跟你讲，我8月26日，我就卖61.8元。你市场我都承认，我这款老师，当然我有卖错的股票啊，我有点准备跌破哦，卖错股票，对不对？3107、3017，我嘛卖错的股票啊，我敢卖去国企啦，吼，奋斗在堆，啊，我等几波，干么要等几波？哦，我等有够久，等啊，准备吐暗，结果伊家己要。啊！你这股票有当然要你想想，讲难就难在这里。你看，我8月25日有做研究报告，你呐，你看8月25日在这边做研究报告，你下来是不是敢买？你就赚钱了，是不是？你参加我的 Line 的 Telegram 有多好处？我这研究报告不是做假的呢，就跟你讲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对不？啊，跟你提早讲，啊，你用的买比我较俗的，啊，较歹70元，对不？啊，今麦虽然无讲赚真多嘛，啊。一成有啦，啊，上少你无去套牢嘛，所以你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我在卖股票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乱买哦。哦，你一套牢，你袂使怪我讲，哎，黄世平，我看你的节目去套牢，安尼，这就无意思啊。因为我有买啊，哦，我是有买有卖的老师，不是那个乱七八糟那种啊。干那要买哦，你若订购去参加一个老师，干那要买唔买哦？你考要考无啥，你考等于你落去哦，我无甲你骗。再上去一半，风车断了线，再上去一半，对不？我买基本面好的，即便套牢，技术面、筹码面，我都有停损机制，你放心。我看不行，在可忍受的范围内，我都会卖掉，重新再来，重新打造，把资金保护好就好，你就放心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那种讲天天讲涨停板的老师，昨天讲涨停板太多了，今天你看，今天你给我讲涨停板啦，给我涨停板啦。上我看了，这拢是 IC 设计，这高价股的啦，高价股的啦 ，IC 设计啦，这路上什么啦，拢加啦，对不？啊，你顶礼拜在讲的只股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唔是，我无在讲涨停板的，歹势，你若要提涨停，讲涨停板，你去找伊，你去找伊，我祝福你，因为你国金光，国去有金光难怪伊啊，这就是标股先生。天天讲涨停板，我们要拆穿他的西洋镜。这款呢是拢用骗人的，你绝对唔当相信。看好真听好明，你看我的节目，我拢原原本本甲你讲，我嘛无讲好笑话啊，对不？今天我若输，我承认输，我未讲好笑话，上少你嘛未怨叹啦。老师拢等于确实讲啊，啊你若去参加迄个，逐天在讲涨停板，你输了。一跌破哦，一对心肝哦，你老师的，你涨停板我拢无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对不？这就是这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你爱做内行人，唔能够去用骗一盖哦。买进三利三升的股票，不乱追股票，不与主力挂钩，买进最多五档，带进一定带出，不套牢，不做死多头。哦，来，后康哎，亚估值，哦，你的股票一直跌涨不动，你来找我，每天都有机会。但是因为为什么会有机会？股票的位阶不同，所以做法不同。哦、快速机动，隔日中、三日中追求绩效，长短配置，化时机财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好股票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不对，一定会停损，你放心，我们不套牢的。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